Hello， 大家好啊！嗱，欢迎收睇咧今集嘅我哋大家。嗱，我哋咧继续落嚟咧，亦都有陈俊轩先生啊。陈俊轩你好，你好。嗱，如果大家上个礼拜冇听咧，我哋咧就请咗陈俊轩先生咧，即系俊轩啊，我叫佢俊轩咯。陈轩，诶，佢中文佢英文名系 Ignatius， right？ Yeah，Ignatius Chan。咁佢咧就系一个紧急救护员啦，即系咧喺呢个。救傷車上面做嘢噶嚇，嗱、啊、我哋繼續傾啊。上個禮拜咧，即係上次啦，咁啊，我記得咧就係你同你傾過，究竟點解你做呢個救護員？嗱、啊、咁啊，你做救護員嘅時候又估唔到咧，係會有 pandemic 噶嘛？係咪？可以話有，可以亦都可以話冇嘅。哦，係啊！你估到有，你估到會有呢啲咁嘅嘢。又唔會估到，係但係要 ready 咯，要預備好咯。其實因為隔、哦、其實隔因為隔幾年都會有一個病，隔幾年都會有一個 virus 會出嚟噶嘛。早幾年就係 Ebola 啦，再之前係 SARS 啦。咁、yeah. 其實 coronavirus 之後再幾年會有另一個，又係會再出嘅啫。咁會唔會到呢個 pandemic 呢個地步咧？就冇人知道。好啦，嗱，咁我哋咧，不如留意翻呢個 COVID-19 先，係嘛？唔係，咁其實你喺呢個時間翻工，你覺得辛唔辛苦咧？其實都幾辛苦下嘅。點解咧？點解就係因為我哋其實做耐咗啲嘢咧，會開始有啲習慣。咁例如戴手套或者除手套係即係有個 procedure， 不過唔係有個 procedure， 一係其實係習慣嚟嘅。或者用住隻手套去揸住支筆，咁用支筆去寫字。咁而家咧就要全部再諗翻曬啦。咁啲要改變曬啲習慣。同埋咁係因為咧即係洗手係好緊要啦，係嘛？係。咁你而家譬如話你接到一個 call 啦，上次講過啦，就係有啲接線員啦，譬如我哋有事，平民有事打電話911咁樣，咁有啲接線員啦，咁啲接線生咧就會話我哋需要救傷車，咁就叫你去啦。咁你嗰陣時候知唔知道嗰個人有冇 COVID-19 嘅？有時會知，有時會唔知，因為有其實。唯一方法知道嘅咧，就係個病人本身係 tested 咗嘅，而有個 result 係話啊，我係 positive， 我係 covid positive， 咁就知道咯。咁如果唔係咧，其實大部分嘅人如果係要病到要打911咧，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係有 coronavirus。咁、yeah. 你係咪無論點都係都會著曬啲保護衣物咧？未必 for anything 咧，其實係。只是有，如果是即是是 COVID-19 的 related symptoms， 有關就會穿啲衫啦。係啦，有同 COVID-19 有關係嘅 symptom 嘅症狀，係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咩都有關嘅啦，係咪？即係有流鼻水，又係即係又係咩都有嘅，係嘛？其實而家比起兩三個月前咧，差唔多所有嘅 symptom 都有曬嘅啦，差唔多。因為以前咧就淨係得發燒同埋咳啦。係。而家咧越嚟越加得越多啦，有心口痛啊，心口痛啦 ，chest pain 嚇。心口痛啊，有頭暈啊，有肚痛啊，有肚屙啊，有嘔啊，又差唔多乜都有曬嘅，你諗得到都差唔多有曬嘅，流鼻血、流鼻水、乜都有曬喺度啦，差唔多。咁其實嗰啲人咧，你即係其實無論點樣都好，你都要做足好多安全嘅措施嘅。係啊，咁其實我就算 COVID-19 之前，我哋都有啲 protection 嘅，係即係 minimum protection 嘅。咁其實戴手套同埋係咯，其實戴手套係最基本嘅 protection 啦。但係之後 COVID-19 出咗嚟之後咧，咁就要戴所謂嘅 N95， 因為嗰陣時就其實唔知道 COVID-19 係咪可以喺空氣度傳嘅。我記得咧，你同我講過一個故仔㗎，係你唔知道 COVID-19 咧，係咪啊？跟住又去到係有 COVID-19， 你不如講一個故仔俾我聽。係啊，好似嗰次講嗰次係因為嗰個人打911係因為屁股痛。屁股流血，系啦，
咁就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 pat 流血係啦，嗯，咁就去到嗰陣時就其實俾即係係唔係都好俾個面具佢，我自己又戴個面具，嗯，咁、嗯、就即係最即係就算佢真係有嘅話，咁都誒咁、都最生度避免咗咯，誒、避免咗傳染。咁第一個問題就係問佢你有冇發燒同埋有冇咳，咁佢就話冇發燒，亦都冇咳，乜、都冇嘅。咁其實我同佢傾偈咧，都佢真係冇咳嘅。咁 OK， 咁呢、這個其實呢個已經兩三個月前噶啦。係係。咁但係之後即係同佢兩三四個字咁樣，咁之後就去即係掂佢個皮膚啦。咁啊，咦，好似好熱咁喎，咁佢話：哦，係啊，我成日都好凍噶，咁啊，咁就咦，至於好似發燒咁喎，咁你係咪即係有冇震啊，有冇 shivering 啊，咁樣啊有，即係有冇發冷？有冇發冷？係有冇發冷？係咪？有冇全身痛啊？即係全身好熱，全身痛啊？啊，亦都有。哦，咁你有冇食到 Tylenol 啊？因為 Tylenol 係有兩個，即係嗰啲止痛丸啦，係嘛？係啊，唔係淨係止痛丸，但係。Tylenol specifically 是 okay, okay, 一個是胃發燒 okay, 或者另外一個 是止痛的，是其實他吃 Tylenol 呢就是去止痛，是但是其實就可能是、suppress 了那 個發燒，是壓抑了那個發燒，即是沒有發燒，因為他吃了那個、發燒丸，是的，是其實他本身就是發燒，但是吃了 Tylenol 之後就叫做沒有那麼、發燒沒有那麼嚴重。 anyway 啦，那就、之後帶出去救生車，就我就決定，誒、都係唔好咩啦，最好就唔好攋嘢啦，咁啊著即係走翻出嚟，著翻曬啲衫，著翻曬即係唔好搏啦，唔好搏啦，係啦，唔好搏啦啲，咁啊全部著翻曬。咁第二日咧，個 office 就打電話俾我，喂，你琴日嗰個即係嗰一個 patient 咧，positive 喎，你知唔知啊？嚇，唔知喎。咁嗰個人嗰陣時係已經三月，可能二月尾三月頭噶啦。根本嗰陣時個 criteria 咧 ，COVID-19 嘅 criteria 咧，嗰陣時只係發燒、咳或者、去咗外國，即係由外國翻嚟嘅。OK， 得呢三個 criteria。咁即係佢三個都唔係佢有發燒，佢有發燒。有發燒，但係佢唔知啊嘛。係佢唔知。咁佢講到出嚟就係冇發燒，咁又即係。好難怪嘅，咁係，即係佢思想裏面係真係冇發燒啊嘛。OK， 係咯，咁就咁我咁你知道咗之後，你使唔使隔離啊？或者你使唔使要做啲乜嘢？唔使，其實最好彩嘅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好彩，我個即係我個 reflex 咧，就係佢俾咗個面具。我一個面具，即係就算你冇嘅話咧，都戴個面具，唔好鬥我，係咁多啦。你面，你嘅面，你講嘅面具咧，唔係口罩嚟，即係成個面具係咪？啊 ，sorry， 唔係，係應該講口罩。口罩 mask, ，OK， 係 surgical mask。嗯，啊，咁呢個係 minimum 咯。而家係咁即係無論你做咩都好，都會保護自己先係咪？即係都呢個好緊要係咪？是啊，其實打夠一個所謂的 intervention 咧，其實最重要的人咧，其實是我啊，我病人是第二，即、就是我的 partner 是第二，其實我第一，我 partner 第二，跟第三就到個病人咯。其實咧，即、就、係、是、我想問一問你個感覺，你個心情，即係呢個 COVID-19 啦，咁有好多前線嘅人啦，譬如話我哋歸類為，譬如嗰啲醫生啦、護士啦。好少可以聽到 paramedic 啦，早嗰輪徐多都講咗，即係多謝你哋啦，係咪？咁但係就你個感覺係點咧？其實因為你咧係前線之中嘅最前線，我覺得係，因為你係第一個嚇、發嘅掂到呢個 patient 嘅，亦都唔係護士，唔係醫生，你係第一個。你感覺係點樣樣？其實。前線的話，其實最主要要知道的事呢，其實是因為我們去911的 call 呢，是有很多 unknown 啊，都不知道的事，是很多不知道的事、而例如在一些、法文叫做 CHSLD 啦，即是老人院啊，老人院呢、多數的人是最少限度他的 environment 是同一個 environment， 知道是哪一間房有 COVID-19 啊嘛。
或者知道個 risk 喺邊度嘛。咁我哋咧永遠都唔知道嘅，即多數去到人哋間屋企，連個病人自己都唔知道有冇 coronavirus 嘅。其實聽慣㗎啦，啊我冇 coronavirus 啊，我冇 coronavirus， 其實個個都咁講。每一個有 coronavirus 的人呢曾經是說過啊我沒有 coronavirus 的那是的，其實我們的 stress， 我們的 work stress， 我們這個工作 的緊張的一方面 yeah. 其實是很多不知道的東西，很多 unknown 的 factor 在這裡。那其實你譬如說你見到有這麼多人現在患了這個 COVID-19 啊，其實你怕不怕呢做這份工作的時候，即是你其實你有沒有怕 去感染這個 COVID-19？ 怕就不算特別怕的，其實因為如果你看數目來說，其實 COVID-19 只不過是容易傳染，是但是死亡或者hospitalization 啊，入醫院啊，入醫院係要入醫院，即係住長期住嗰啲，其實係低過其他病好多嘅，係、oh, okay. 啊。咁就算係自己有嘅話咧，其實我有幾個朋友都 test 咗 positive， 亦都、oh. 都病過嘅，係啊。咁但係就因為我哋又後生啦，又即係 in shape 啊，又好多好多嘢嘅，其實咁即係病完就係咁多咯。其實最驚就係自己帶翻屋企，而自己嘅爹哋媽咪啊，或者自己嘅人啊，係啦，就有埋，咁就冇咁即係佢嘅身體抵抗力可能冇我嗰個咁好。嗱，其實咧，我識你嘅時候就大家喺滿地嗰中華天主堂啦，咁樣一齊仲係青年嘅時候啦，即係咁我哋做青年會啦。咁你我哋都有宗教信仰啦，我係天主教啦。咁其實你做呢一份工嘅時候，你同覺得呢個宗教對你有咩 challenge 啊？其實有很多時候因為病人打電話來，或者病人和他們的家庭，他們的 environment， 他們的宗教未必是跟我那個一樣的，是那也都要明白，即有時候他們想或者相信的東西，或者即想做 的一樣東西，對他來說可能很對，對我來說可能第一可能很錯，或者是直接Oh, like I don't care. Okay. 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要尊重個病人嘅信仰。嘅信仰啦，咁有冇例如咧？你點樣有啲咩要尊重？有，其實最簡單嘅例如咧，其實就係、例如啲猶太人啦。咁其實我哋滿地可有幾個 city 城市。幾個咩啊？城市啊，係幾個城市咧，就係即係有好多猶太人嘅。咁而猶太人之中有亦都有啲即係 Orthodox 啊，即係仲有係啦，有猶太教啦，有東正教啦，係有唔同教啦。Super religious，super religious 嘅猶太人。咁例如係女人嘅話，咁佢哋就係即係唔可以俾男人鬥即係掂嘅，或者即係直情男人係直情唔可以入人佢間房嘅，或者唔可以，係啊，呀，咁係有咁嘅例如，咁但係例子啦嚇，係咁嘅例子，咁但係其實你打911，咁我即係去到你佢咁你想點咧？你咁我又唔掂得你，咁我點救你咧？係咪？係咯，我本身係男人嚟嘅，咁你想咁點啊？你想再等另一步啊？定係即係就算係嘅話，都要即係唔 logic。咁點算啊？如果有啲咁嘅事，咁點算？其實有兩個 solution 嘅，第一就係你 forget about it， 就俾我入嚟 ，OK？ 咁就唔知道你想點樣去，即、就、係、是、你解決嘅問題係唔關你事啦嚇，因為你一定要係啦，要過嚟救你嘅係咪？係啦。再唔係嘅話咧，你真係如果你個 value 咧係真係咁重要，而你寧願死嘅話咧，咁就簽張紙。咁就我唔 responsible 啦，呢個係你嘅 decision，
唔係我唔 responsible， 咁 OK， 咁唔係咁。OK， 咁會唔會特登叫一個女性嘅救護員嚟咧？叫唔到嘅。OK， 係你係撞彩有嘅話，咁就 OK。哦，撞彩嘅。係。女仔係咪好少啊？入呢行？少啲咯，係啊，係少好多，多數都係男人做。嗱，咁不如講講啊，嗱，差唔多最後啦，你覺得嗱，而家喺呢個 COVID-19 啦，你又有陣時會見到嗰啲人，譬如話唔係好守 social distance 啊，又或者即係早嗰輪喺多倫多，我哋個公園啊多人到爆曬，我唔知滿地我係點啦 ，OK？ 差唔多啦，係啊。你見到嘅時候，你有咩感覺？其實冇。講真的沒什麼感覺的，其實是到了這個地步呢，是 你決定怎即係 我的工作不是去 prevent， 是我的工作其實是你拿東西的時候我就會在這裡即係 你有事我就來幫你咯，是的，你專登要這樣做的話，那過兩個星期如果你病或者你的家人病 ，then I'll be there， 咁我就會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啊咁啱咁好彩嘅話，你出去 barbecue 唔尊重呢個 social distancing 而唔會病啦，哦 good for you， 咁 OK 係啊，冇咩。咁你會唔會其實都中國其他人都應該受一受呢個 social distancing？ 我都覺得應該要嘅，咁但係其實而家。越講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opinion， 因為呢個係我個你嘅意見啦，係我嘅意見。嗯，早兩三個月咧，個 social distancing 個 concept 咧，其實係呢個概念咧，其實就係因為等中咗招，即係病咗 coronavirus 嘅人咧，就一係就死，一係就好翻。嗯，最主要咧就係唔好傳染去其他人。是所以咁到傳染唔到佢嗰陣時咧，咁佢 coronavirus 冇咗個 host 啊，即係冇人去傳染到咧，咁就自動就會即係冇咗啦，就會即係 disappear 咗，會 disappear 咗嘅。咁但係而家講到 coronavirus 其實係唔 feasible， 唔可以全個世界全部都即係全部停曬，乜都唔做。咁其實個而家個 alternative 就係要病，但係病少少，即係會點講啊？中文即係 develop an immunity， 即係希望咧你有一個抵抗力，係啊，開始抵抗到呢個嚇，係啦。咁但係其實點樣去有呢個抵抗力咧？呢個就可能要第二日先講啦，或者要遲幾個星期先至睇下。OK， 好嗱，咁我上次咧介紹過咧，俊彦咧係一個 break dancer 嚟嘅 ，OK， 嗱，咁啊上次咧教咗我哋幾招咧，咁我諗大家啦都有試過嘅，嗱，你不如今次咧，嗱上次教一腳，今次睇下可唔可以教下其他嘢啦？哦，都係教腳嘅，不過，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不過就容難啲嘅係嘛？係啊，難少少啦 ，OK OK OK OK， 好好。又有音樂噶係嘛？有咁其實呢個音樂就係同上個星期差唔多啦。咁嗰度 James Brown， James Brown， OK， James Brown 可以呢首歌其實係叫做睇下先。唔緊要，你 send 俾我啦。係呢首歌其實係叫做 Say It Loud， OK。OK， Say It Loud， OK。I'm black and I'm proud， OK。OK， OK。咁呢個動作其實係叫 Kick Out， OK。Wow， 難好多喎呢個慢動作嚟做一次先，唔該。其實係因為我做得快，所以係啊係啊，好似好難咁咧。其實就叫做幾簡單下嘅，係咁就其實踎低，係踎低，用一隻手擺喺後邊，
OK， 一隻手擺上面，係兩隻腳一齊 kick， 跟住翻翻嚟，後弓向左邊啦，係兩隻腳一齊 kick， 跟住換手，哦，踢另外嗰邊，跟住又翻翻嚟，咁係咁多嘅，又係兩個動作嘅啫。同埋要注意，要注意只腳咧就唔一定要黐埋，亦都踢出去嗰啲唔需要好直。系，即系斜歪少少，歪少少，喐到就得啦，喐到就得，掂到地就得啦。系啦，掂一掂到就得啦。哇，喂，做多次嚟睇下先，做多次嚟睇下。哇！哇！有。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喂，俊彦啊，今日好多谢，好多谢你啦，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我谂咧，大家咧都对呢一个行业啦更加了解咗，同埋咧，我哋知道嘅，我要喺呢度咧，好多谢，好多谢你啦，同埋你哋一班同事啦，因为你哋呢啲咁嘅，你哋绝对可以辞工唔做嘅，系咪？即系。但是你会谨守岗位，你有这个责任心，我们真的很多谢你可以继续做这件事。Thank you。 其实呢，你这样说，这个星期呢就是最啱的，因为5月24号这个星期呢其实是EMS Week 或者是 Paramedics Week 的。Oh, okay。 听说过，即以前有些护士的Nurses Week， 是护士周。護士周啊，咁樣，咁呢個星期就係其實係 EMS， 就係呢個救護員嘅週啊，星期嘅週係啦，係啊，其實如果大家咧知道咧呢個真實嘅中文名咧，可以話俾我知，因為我真係上網揾唔到咧中文係叫做乜嘢啊 ？OK， 我自己做咩都唔知啊，OK， 好，唔該曬你啊，俊彦，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再同你傾偈好冇？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